到来，由社团法人基隆市霹雳舞协会举办的国际街舞交流大赛，特地办在市中心区信仰中心庆安宫的广场舞台。参赛的年轻朋友互尬街舞，展现武艺，以舞会友，争取荣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霹雳舞，因为基隆的霹雳舞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希望各政府部门、各长官可以给我们支持，谢谢你们。我们主要就是 freestyle two on two， freestyle 就是自由风格，你各种舞风都可以，对，是不限定的，你也可以带道具，都可以。而且我们基隆市的跳绳，还有扯铃都非常的厉害，所以你可以去融合自由的，融合其他类型的运动来去比这个比赛。另外一个是 breaking 二对二，那 breaking 是基隆市，因为我已经在第24年了，我们在这个文化上面深耕的也蛮久，后面的小孩跟下一个青年的世代。非常重视年轻朋友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以及市议员吴华嘉都亲自出席参加。市长和议长支持肯定协会举办这项活动。市长谢国良希望未来能够找到适合的地点，发展年轻人次文化的聚落。今天很开心在基隆能够协助举办这个霹雳舞的交流赛，在夏天嘛，让青年朋友多一些活动，又是暑假，所以让这个更多的青年活动，包括霹雳舞，包括街舞，都可以到基隆来。尤其我觉得基隆未来可以找一些地方发展次文化的这些聚落，这个我在选前就有讨论，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推进。议长童子伟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空间场域，让年轻人可以来发挥他们的特色和专长。那我们庆安宫呢，也特别协跟这个我们街舞的协办团体来协办，提供我们这样的场地来让大家来街舞大赛。我想展现我们的年轻活力。基隆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但是看着一群年轻人可以写着自己的故事，挥洒青春，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那我们希望未来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空间、场域，可以来发挥他们的特色专长，让年轻人不留白，我想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那去年的12月，我们中兴国小的小朋友也在巴黎的街舞大赛拿到世界大赛的冠军，我想这非常值得鼓励，我们会持续来推动，也来支持年轻人的发展。市长和议长也非常肯定庆安宫能够结合传统信仰和年轻世代街舞潮流，提供场地举办这场街舞大赛，鼓励年轻朋友暑假期间从事正当的休闲娱乐活动。记者洪俊松，基隆报道。